今仔日当手。林小姐，你爱原谅我。我室内吼，用全部消毒好啊，人家进来哦，就放干净。来这座小偷，这么紧张，别让水里面了。不要走，别动手了，来得久一点，你闭嘴啦。不，我要仔细。安心叔叔，我叫你当仔细一点，够可怜啊。希望这挂不住，会当替伊动手，唔通讲给伊什么知呢？放心，我带你出去，我能让你平安无难事。